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军公教警消的团体出来？思琪你知道吗？因为下一步要改他们的年改啊，对对对，我可是我想国民党遇到这个事情真的捅到马蜂窝了。你们真的以为军公教警消他们想要的年改只是到现在停止改革就好了吗？那年轻的军公教怎么办？还有更可怕的，他们是要回复到年改以前哦，是要回复哦，真的还假的？是要回复，而且我告诉你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包含马英九的年终慰问金他们都要回来。哇，全部都要回来。国民党你敢不敢捅这个马蜂窝？这不是回到八年，是回到十六年前。十六年前我还没有退伍的时候，连年终慰问金都要回来，他是全部都要，他不是国民党所讲的。国民党现在只跟他讲说，你放心，这个过了以后，下个月我们就解决年改的问题。年改，国民党年改就是一刀切断，到此为止。对，到我们那一天通过三读的为止。可是年改团体要的是回到改革以前。哇塞，这太恐怖了！我想国民党，你有的玩了，你有的玩了，宣布破产了啦。对，当你去那边化休，去那边站街头，突然间发现没有改回去，哎。只是跟现在一样而已。那我们出来晒什么太阳？我们出来喊什么喊？站出来帮你们说要阻止年金改革的寥寥无几，甚至有立委私下跟我讲说：“哎呀，领那么多少领一点会怎样？不然国家会垮。你现在看看国民党要不要改回去？所以你们不要被骗了。蓝鹰很善良，蓝鹰很单纯，蓝鹰认为要很团结，可是你的团结被利用了。国民党没有要帮你们把年改改回去。”他们只是要跟民进党斗争，把社会搞乱而已。你们都是社会稳定的力量，不要被国民党揪出来，让社会变乱。变乱以后，大家都会受害。所以这一些以前的老朋友，拜托不要被他们骗。国民党都是用动员的，那其实就是原班人马啦。那所以他跟这个土地社会力的结合，其实抓地力是弱的，而且他们很快就收椅子。赶着要去吃饭，然后赶着要去这个慈湖，有没有？对。好，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青鸟其实抓地力比较强，它比较有扩散的这个能力。哎呦，对，止掉了。好。所以你怎么看待说今天青鸟跟这个蓝鹰，而且傅崐萁哇，那边慷慨激昂啊，通通啊押入大牢啊，等等的。他说民进党。八年 A 了1.5兆，哎，他是有证据哟。哇，真是现在反正只要敢讲，下面就会化休了。可是我观察哈，两边的群众的运动了，你说蓝营有没有人？也有人啊，对，也有人。但是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你知道，国民党动员的团体很喜欢穿制服，很喜欢穿制服，退警协会、公教协会、什么海军、陆军、空军校友会。很喜欢穿制服，然后什么什么党部，每个都喜欢穿制服。实际上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这样才表示你有来，哦，达成动员目标。很喜欢穿制服，真的。你看，你可以看那个画面，每一个人不是戴着有鲜明旗帜的帽子，要不然就是穿着有鲜明 logo 的背心，要不然就是穿着福字一样的这个 T 恤。反正他们就要穿制服，就是动员，就是动员。那动员来的人，就是我跟你讲，他们的口径说法都一致。因为他们在上游览车就发给他们一个宣传稿，哦，如果有人问你，你就讲这个，就是这样。所以就他们的口气就是说，我们哈就是要查贪腐啦，要打贪污啦，要把这个政府哈这个贪污腐败不好的事情全部要揭露出来。但是他们有没有想到一件事？你们里面有人有没有在做政府生意的？哎呦，包含你们哦。哎呦，没有讲，没有讲。有没有蓝营的人在做政府生意？当然有啊，对啊，当然有啊。那么你所说的黑幕，你所说的贪腐，不是官而已哦，包含你有做政府生意的，只要有那么一点点问题，都包含你。以前是不能叫你去问，现在可以叫你去问。对，所以他们不知道嘛，他不会跟他讲这一些嘛。然后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军公教警消的团体出来？思琪你知道吗？因为下一步要改他们的年改啊，对，我可是我想国民党遇到这个事情真的捅到马蜂窝了。你们真的以为军公教警消他们想要的年改只是到现在停止改革就好了吗？那年轻的军公教怎么办？还有更可怕的，他们是要回复到年改以前哦，是要回复哦，真的还假的？是要回复，而且我告诉你，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包含马英九的年终慰问金，他们都要回来哇，全部都要回来。
国民党，你敢不敢捅这个马蜂窝？这不是回到八年，是回到十六年前。十六年前，我还没有退伍的时候，连年终慰问金都要回来，他是全部都要，他不是国民党所讲的。国民党现在只跟他讲说，你放心，这个过了以后，下个月我们就解决年改的问题。年改，国民党年改就是一刀切断，到此为止。对，到我们那一天通过三读的为止。可是年改团体要的是回到改革以前。哇塞，这太恐怖了！我想国民党，你有的玩了，你有的玩了，宣布破产了。对，当你去那边化休，去那边站街头，突然间发现没有改回去，哎，只是跟现在一样而已。嗯，那我们出来晒什么太阳？嗯，我们出来喊什么喊？国民党，你的理念会被人家骂死哦。所以我就讲，你不接社会地气就算了，你连你来动员的人的地气你都没有接。你都在骗你动员的人，你知道？他说：“你们先站出来，放心，下一波我就改年改，我就改年改。你们心念念之在这年改，我把你改，把你改好，改满没有？只是停止改革而已。”我告诉所有今天去晒太阳的这些曾经的伙伴，国民党没有要帮你们改回来，国民党只是要停止改革而已，他没有要改回来。为什么？因为改回来有另外一半人会受害。对。那些有一些改革的受惠者，我跟你讲，有很多低阶的，本来钱拿不多的，因为建立了楼地板，他们反而多拿了。对，如果改回去，他们又会变少，然后多的人领更多，然后现在后面退伍的人钱也会变少，所以国民党是不敢改回去。嗯，可是这些出来帮你国民党站台、穿的制服、戴的帽子的人，他们是要改回去啊。所以这一些出来帮国民党这些蓝营们。你们去慈湖跟两蒋鞠躬的时候，遇到国民党的党工，问他一下，年改是不是要改回去？我们要的是改回去哦，嗯，我们要的是改革以前，包含马英九的年终慰问金，我们全部都要改回去哦。你问问党工怎么跟你说？你问问党工说是不是？对不对？要不要？我告诉你，他们都在骗你，真的在骗你们。嗯，国民党没有要改回去，反年改的时候，我是站街头，我是在主持的。国民党的立委，我告诉大家，站出来帮你们说要阻止年金改革的寥寥无几，甚至有立委私下跟我讲说：“哎呀，领那么多少领一点会怎样？不然国家会垮。”你现在看看国民党要不要改回去？所以你们不要被骗了。蓝营很善良，蓝营很单纯，蓝营认为要很团结，可是你的团结被利用了。国民党没有要帮你们把年改改回去，他们只是要跟民进党斗争，把社会搞乱而已。你们都是社会稳定的力量，不要被国民党揪出来，让社会变乱。变乱以后，大家都会受害。所以这一些以前的老朋友，拜托不要被他们骗。